秋冠军的上衣出炉咯，现在穿的这一件呢非常受大家喜爱哦。这一款呢是做拼接的设计，提花的感觉，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提花超美的。再就是它的方领设计做得非常的好看，简单又利落，而且里面穿一个小可爱就可以了。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袖子啊，袖子我个人超喜欢的，它是做一个垂感的蓬蓬袖设计，重点呢袖口是有做松紧的哦，穿起来非常的舒适，非常的亲肤。可以看一下，我是搭配一个官网上的热卖高腰宽裤，这样穿起来的话呢也不会露肚子哦，而且它是前后啊都是做方领，穿起来超级显瘦的，把你的手臂啊肉肉的地方都遮住喽。这件真的超级美的哦，建议大家一定要带一件，而且价格非常的甜哦。看我刚才那个是白色的，当然还有一个比较气质的杏色哦。好啦，身上穿这个是杏色的哦，是不是两个色都绝美？因为它的杏色啊，可以看它提花的地方部分做杏的，但其实锁袖的地方呢，它都一样是配米白色哦，所以两个色穿上去呢，完全都不会挑肤色的哦。这件真的超好看的，而且垂坠感超好，它是做一个小肩宽肩的人都可以穿哦。但是呢，大家可以不用担心，因为其实穿上去它刚好落在肩膀的上面，它是不会往下掉的。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穿搭，简单搭一个牛仔裤啊，这样子也很 OK， 或者是穿个休闲鞋就